来关心的是高铁苗栗彰化云林新三站启用之后，假日旅客量都超过3000人次。台铁下个月4号就要推出普悠玛北高半直达车，要来跟高铁抢客。台铁指出，预计北高间只停3或4站，每天一班，可以在3小时50分抵达，票价只要843元，比高铁便宜将近一半。尤其对台南站的旅客来说，花费时间不相上下，很有吸引力。